房间里明明开着窗户，男人却对同伴说没开，小伙傻傻的摘掉了蒙眼布，下一秒他的眼睛就变得浑浊，接着就自杀了。小美闻声赶了过来，大帅却撒谎说好像是小伙漏了一扇窗户，现在两个壮年都被他害死了，只剩下了老弱病残。第二天几个人继续赶路，可途中又碰到了睁眼人，这种人不怕看见怪物，专门屠杀苟活的人类，而大帅也是其中的一员。逃跑的过程中，两个老人不幸被抓，大帅带着小美和小女孩躲进了一栋楼里，可这时小美却发现大帅一直都能看见，他怀疑两个小伙都是他害死的，就带着小女孩独自跑到了楼顶。而这时大帅幻想中的女儿一直在让他杀掉两人，他跟着两人来到楼顶，小美却一个狡猾掉了下去，此时只剩下小女孩一人，女儿催促大帅快点摘掉小女孩的蒙眼布，但这时大帅却犹豫了，他挣扎了很久，想起了很多往事，最终还是没忍心动手。把小美叫醒后，他讲出了自己的曾经，小美被大帅的经历打动，决定再相信他一次。这时睁眼人又追了上来，几人从楼上跳下去，开了一辆车逃了出去，一口气来到缆车楼下，只要从这上去坐上缆车，就能去到山上的城堡。大帅用车堵住门口，然后撕了一块布点燃，放到了加油口。可就在三人跑向楼梯时，睁眼人突然追了上来，就在这时汽车爆炸，大帅知道这样拦不住他们，就让小美带着小女孩先走，自己留下来断后。睁眼人的老大说大帅是叛徒，但大帅却不理会，转身捡起了一根钢筋。可这时他却看到女儿从火中走了过来，他知道这是幻觉，猛地冲过去用钢筋刺穿了女儿，而转眼间女儿就变成了睁眼人老大，两人在火中对峙了很久，男人反把大帅也给刺穿了。另一边，小美带着女孩刚来到缆车上车口，地面的东西就开始漂浮，是那无形怪物追了过来，但最后时刻小美还是带着小女孩跳进了缆车，而大帅因为伤得太重直接领了盒饭。缆车打开的一刻，一群军人包围了两人，这里是巴塞罗那人类最后的聚集地，两人经过严格的检查终于是入住了这里，而这里的科学家正在用睁眼人的基因研究可以免疫无形怪物的疫苗。至于为什么有的人不怕看见怪物，专家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这些人曾经历过极限情绪，比如悲伤、恐惧、惊吓等等，从而导致了基因突变。影片的最后，科学家对小白鼠进行了第12次实验，可惜最终的结果依然是失败。看来人类想在光天化日下睁眼，还需要一段很漫长的时间。